大家好，我是桃园房仲世勋，今天介绍的是音乐琉璃三房车位。那跟大家介绍这个社区的位置在力行路的旁边，那力行路到中正路的交叉口就是捷运站口。那这个社区啊，其实到力行市场非常的近，如果你是一个会在家里煮饭的人，那我觉得市场就在你家的旁边，会非常的便利。那尤其是市场有时候停车不方便，其实你走路过去就到了。那市场旁边的店家很多，生活机能也很好，不管是要买任何吃的喝的都很好，都很好去找到你的需求。那这一间的格局我觉得它蛮方正的，采光还不错。那我们先看看客厅的部分。那客厅的话，这一面的话就是落地窗，那落地窗的旁边这里就是对面是刚好是透天，那透天的高度跟我们是几乎是切齐的，也就是说它如果不高，它如果再高一点点的话，可能对面假设是大楼，那可能采光整个就会被遮蔽到。那因为它是透天的关系，所以它的采光不会被遮蔽，光线都洒得进来。如果说可能是比较低楼层的话，采光可能就会受影响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其他的位置。那这一间的话，我觉得格局上还不错，很方正。我现在站这个位置，这边就是餐厅，那旁边这边是客厅嘛。那它的走道空间几乎可以说就只有这一小块而已，那其他地方都没有走道空间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很好利用这个空间。那这个厨房、房间、主卧室，那两个卫浴的话是在这个位置，那在旁边一点点。那这里的话就是另外一间卧室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帮介绍一下卧室的空间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其中一间卧室，那它的卧室其实就是我觉得格局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好利用。那之前这里的话下方是有垫高，我想应该是作为书房合适使用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间房间，另外一间这个厨房。那厨房我觉得它是算宽敞的，那冰箱、那琉璃台、那个炉火的部分都 OK。 那侧边的话还好，一点小空间其实可以放得下一些电器柜。那后面的后阳台的话，坦白说它没有到很大，但我觉得它还是够用的，放个洗衣机，那甚至你有需要放个烘衣机的话，空间都还是够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间卧室。那另外一间卧室跟刚那间其实差不多。那这一间的话，目前房间里面有放一个双人床。那采光的话是面对社区后方的其他栋别。OK， 双人床都还是摆得下的。卫浴的话，公用的卫浴的话，它有放一个浴缸。那如果说之后假设不适合、不习惯用浴缸的话，就把它改成干湿分离就可以了。那这一间是主卧室，主卧室的卫浴就是用干湿分离的方式。那主卧室的落地窗，主卧室的窗户就是跟我们客厅是同一个面向。是刚好看对面的透天。其实这样的房间呢，大小其实蛮适合，可能新婚首购第一间房子可以买来自住用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希望有多余的钱想要投资资产的话，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。那房间内部的话，就介绍到这边。那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，或者是想看屋的话，再跟我联络。